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实操聚焦。神迹，亚利桑那州的神迹到昨天晚上，已经就是他讲手工点票，其实就是数这个票数，超过了80%。那我们通常讲，它都是一个拍子一个拍子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那种用铲车来仓库里运输的一个木拍子。那我自己知道，它就叫一拍子一拍子。那这样一个拍子一拍子，他一天干了2个拍子，所以他现在还剩5个拍子。就一个拍子上呢，可能有20箱、30箱那样的东西。所以他讲呢，也贝内特说呢，大概已经完成了80%。这个星期末，也就11号、12号，应该是12号，星期六嘛，到12号。他们应该手工点票全都完了，手工点票计数全都完了。但是他说有另外一项工作呢，要抓紧。他们在检查票的质量，就是纸张的质量，检查票的纸张的质量要拖后，拖到这个月底。他必须在这个月底完成，因为他们从这个选举办公室拿出来的票，拿出选票所有东西。期限是在这个到这个周末，对不起，到6月底。那他们使用这个体育馆也是到6月底，所以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把票拿出来的这个传票的时间是6月底，所以这是他更新的内容。然后大概还需要4-5周的时间来进行真正的审计，大概审计的过程就是内容。他要做 paperwork， 对不对？他要把报告写出来。另外他提出的另外一个新的说法就是路由器跟第二套密码，对方依然拒绝再给他。那如果持续拒绝给他的话呢，他就提到说，就看参议院是否下达那种谴责的命令。如果参议院下达谴责命令的话，就会行使他的司法权利。参议院行使司法权利，有可能调动参议院，有可能调动总检察长。也就是说，拒绝提供数据、提供密码和路由器，他们是蔑视了法庭。因为参议院拥有的这个传票的权利呢，这是法庭赋予的，所以他犯法了。那个确实就犯法了。但是贝内特讲说，在这个亚利桑那州有16个共和党参议员，其中有一个人是不看好，他说不看好，可能不一定支持这种行动。但贝内特为了减少冲突，我相信他是为了减少冲突，他不愿意太多的揭示后面将如何处理的问题。那我跟大家只是分享目前我们看到的故事。另外一个就这个时候，佐治亚州的参议员，继宾州之后，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到审计现场进行参观，所以宾州后出来的是佐治亚州可能进行全面审计。那这些能否达到全面审计，他同样要走过一个司法的过程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基本的状况了。目前选了多少票，这是报道内容，所以这部分呢就是这么个更新了。它产生的连锁效应呢，我觉得也是有目共睹的，也很正常。那最终达到什么结果呢？记者在追问他说，是不是会有机会推翻拜登的结果会怎么样？那贝内特比较他不愿意碰这个问题。贝内特就说要等结果最后出来。完成了80%，这周会手点票会完成的，但是远远落后选票的就纸张质量的评估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要增加选票图像的这个纸张质量的评估表这是它很明确的内容。什么时候能够期待确定或者否定拜登获胜结果，这是记者问的方式。那他没有太说，他说整个要到6月底才能完成，
要做好这个纸张质量的评估，纸张质量评估，他在找假票，啊，充假票，纸张不一样的话，那就是问题了。如果真正找着假票的话，你放心，一找就是一摞的。他插假票不可能，不可能一张插了插，三张真票插一张，那太费功夫了，那是一堆塞进去的。所以他找着一张假票，就会找着一大批，一定的。几周后整理出机会，他认为我们依然有机会。此外他要核查几千个信封签名。核查几千个信封签名的来处，是在亚利桑那州呢，在网上曾经提到有一些邮局选票是假的，没有任何签名的。那所以他或者说信封的签名跟里面是不一样的，信封有人签名，里面没有，所以他要去合计这些。信封上没有任何签名即可计票，数千名被允许通过或者打开过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他贝内特都没有讲述任何结果是怎么样，他没说。然后提到说左翼或者董事会的监督员是否试图干预，贝内特明确讲已经干预不了了，到这份上已经不太可能了。我们早在两个星期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，没戏了，他们只能等这个事情完成。当监事委的人说我们不再交谈了，法庭上见，那基本上就放弃了，法庭也就仰仗了他们的律师的叫什么职业素质，还如果管叫素质，要按照他律师的职业素质打官司了。所以当他一打官司的时候，那五个人其实也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抵进去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他打输了，其实他们的官职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这里面又讲述了一些基本就讲述这些了。贝内特就讲述一些他自己的事情，那个我个人觉得就没有什么了。然后他就提到说是不是他们会以某种方式会关闭这一次，就是终止关闭这次审计。那贝内特认为，同样认为不太可能，已经关不了了。路由器跟密码本身一直没有拿到啊，这是本身的。然后最终提到参议院，说参议院会不会采取一种对他们制裁的手法。那贝内特就提到说有一个人不愿意去弄他们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情况，就看他们自己了。所以贝内特没有参与有关参议院会怎么样做，所以我相信都在等着结果，因为需要时间。然后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新闻，没有新闻是因为左派势力基本放弃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审计的故事基本就这么个故事了。要想等到它真正的结果呢，我想可能一个就是这个星期末当他点票的数量出来之后，你听他怎么说。再一个就是六月底，那当所有事情结束之后，纸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，那东西更改不了，对吧？说纸张出现了50,000张，跟正常的其他200万张选票不太一样，那个东西他敢说，因为他纸张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解释他你为什么纸张不一样。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，我相信他敢说，因为那东西更改不了，其他的我们要看这个过程了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